好，咁我哋今次嚟呢个第十一年嘅秋季元大会一回战啊，咁啊对手系呢个八二中央。咁啊，第一做呢个啦。OK， 呢个系 Little FC 未出个场。好，咁啊，继续走井去先发啦。咁啊，打先。OK， 就咁吧。球児たちの熱いドラマが今始まろうと。お、二回の裏、ピッツバー攻撃に入ります。この回の先頭バッターは山下。咁啊，对方系伊啊，九格吓，九格。第九。送球アウト。山下いい当たりでしたがサードゴロに終わっています。 OK 2-0 2-1 ピッツバー。好，三局下半又到了对手。哦，对方个先发投手叫住友啊，112DF 7.71嘅投手防御率。打ちました。哦，呢个系高飞球。宇宙界持っていきましたが、センター前に出る。掴みました。ランナー一塁に戻ります。これでツーアウト。两次攻二垒。中間方嘅安打，第三位啊！今日到金野，今日到金野，好可惜，平飛球俾你手截殺啊！出局二垒。ピッツ。さあ、ここを乗り越えて成長したい。初球を打った。取ってアウト。スリーアウトチェンジ。接殺。サカ。五局啊。冇人出局啊。二垒有派射。さあ、持ち前の癖物ぶりを発揮するのか。ボールはライナーでライトで取りました。ランナー二塁に戻ります。これでワンアウト。打得都唔错，但系都系直接正手套。哎，呢个 OK， 呢个唔错。OK， 二垒跑者可以翻嚟。ピッツバーグ一点入りました。3-1。一出局一二垒。哇！走井自己两支安打。有一支安打，直接全力打长嘅一两安打，再有分打点。哦，中间放系个安打。5対1。将对方嘅
今日2番手としてマウンドに上がります。自分の今日は安藤。佢嘅呢個後援投手係129FF 未上過場。哦，呢個就是變三女手嘅手套啊！過咗中外野嘅頭啊！6-1，輪到我哋嘅四棒，嗯。哎呀，佢嘅入手接到，我感觉攞到四分啊，6-1。ピッツバーグ、なおもチャンスが続いています。哇，全部都是1-2、1-2的。Little Air Power C。 哎呦，这个真的很搞笑。明明是一个投手接到的滚地球，这样传传失了。右手接到全一垒，ピッツバーグ、なおもちゃん、先ほどタイムリーを放っている坂井。又到我哋嘅投手啦！哇哦，收获！流し打ち、掴んでこれでスリーアウトになります。出局啊！ピッツバーグ。呢個遠嘅投滾地球，但係投出一個內野安打。佢哋一棒嗰個腳程速度比較快，佢有 B 嘅直力。B、C 可以考慮盜塁嘅。超快。咁就咁啦。二塁タッチセーフ。哦，安打。應該可以攞分啦。二塁ランナー三塁回ってホームに突っ込む。8-1，我直接 call game。前面打得麻麻地嘅，咁啊，但係後邊就一次過將對方KO 啦。OK， 彈道上咗一格咯，手頂嘅球速去咗149，咁就哦川道嘅球速嘅39變140，其他都還好。OK， 係咪呢度係紅色？所以就睇下先。誒，我哋經驗多咗一格啦，我哋有翻17格咁樣，上翻 C 啊。咁我哋就我諗就直接唔用道具啦，直接就睇下先。變化球啊，這個都可以用，用這個吧。小的新聞，堅力。OK， 二回戰，山下橫山小骨，
咁我哋嘅话山下上一场有4-1啊，2-5。哇！呢两个4-7、4-8啊。继续用山下咯，其实。O K， 酒井都仲系红色面啦。4-9、6-2、6-1啊 ，C C， 米托唔错，米托有50喎，其实都好高下，坚力，哦，走力啊，走力都有 D， 打线，哇，紫色。就咁吧，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一丸とな。OK， 領先1-0。第二局下半，冇出局。二回の裏、ピッツバーグ攻撃に入ります。トップバッターは山下。對方係 D 啊。三有4-2、8+30=12。对方的投手山田4.88，球速不错1.48 FE，那就差少少了。去睇睇啲投手。哇，29-49，六格变化球有 H Shuto 同埋呢个 Nakuru 都系一样三格，207，100+ ，OK， 咁即系话佢嘅投手都比较弱啲啊。打线嘅话咧，第一个应该是三打数两安打，有6.67啊，不过应该唔系好准。4.571，1分打点，其他啲都系2.0咁啊。第九棒有个3.03，应该就唔算系强队嚟噶啦。3，Omakase 3。第九。穿出去，中外野安打。Yamashita OK， 2-0。三局下半，两出局二垒，又系令到我哋嘅山下变到有4-2，两场加埋就系5-2 center 啦。ボールが打球はライト右取って、これで3アウトチェンジ。四局ピッツバー OK， 冇人出局，二女有跑者，所以个得分嘅好机会。上一个打直系中外野二女安打分打。好三阵，咁啊走井都系第三阵上一次。さあこの打席で急成長できるか。咁，安打。第三垒啊，第七局。酒井ナイスバッティングです。ピッツバーグ。
好多嘢可以做啊 ！Safety 奔跑道理，咁吧。哇！直接俾球手接殺。奧馬卡西啊！哎呀！收接到一雷啊！哎，可惜，咁样都攞唔到分啊！六局下半冇出局，冇炮者。力帕呢有五格嘅字啊！哦，一雷手拦唔到啊！山下二塁啊！山下天哥啊！好啊！就第七棒藤崎，崎崎一打手一支安打，就一次四壞球，所以打率係100%暫時。一嘅啫喎，哦，有一支安打，冇人出局一三垒，即係就算打支 DP 咁樣，都有一分。呢個比頭先更好嘅機會。哦，有一支安打 ，OK， 三比零，冇人出局一二垒。首正，哦，有支安打，满垒啦！嚟翻到我哋嘅一棒，大外球。哎，三振！満塁のチャンスリバッター鈴木、今日はここまで3打数ノーヒット、1三振。三振！哎，三振，連續兩個三振。奧馬卡西啊！打ちました。打ちました。哎，安打，有分。ライトバックホーム、三塁。继续维持住满垒，不过两出局，又令我哋四棒强心脏。满垒全垒打，报仇啊！之前夹子俾人打支满贯全垒打，跟住我哋打翻支，冇 call game。唔夠分啊！好扎實嘅一個界球，走正。OK， 講得切。右バッターボックスは松田。呢個鬧內野嘅彈跳球，呢個打到扎實，中外野手掛背住嚟，又係一個中外野飛球，頸出局，都係破 game， 中外野打完出局。前面好像要十分才可以提早，七局啊，七局的话好像是不知七分定几分，定是五分咁样。好的，那我哋两场的现大会都好顺利啦。上一場就有個 box， 咁呢場應該都係有個 box 嘅啫，因為呢個只不過係一個院大會，咁就
覺得唔係太大版嘅新聞。嗯，呢個可以咁樣，都係小機事啊。唔知會唔會有半版定係得都係得個 box。優勝 ，OK， 有四個人，好凍喺度。哦，三個。不過呢啲都係轉卡片。OK， 有半版四番金嘢滿女蛋 ，Top B Dust。OK， 打出咗呢個滿女蛋啦。好嘅，咁我哋可以繼續少少嘅，投速。好啊 ，OK， 秋季演大会好成绩。好，我哋进入呢个秋季嘅地方大会。咁就，三就可以去到呢、這个。Intercourse 不好啊，哦，現在有，看看先，現在這裡有四格， OK， 剛剛好有十八格，就是說，四，四三三三三啱啱好，咁就呢個掣球，攰啊！跟住再練下呢個，都係掣球。之後就投出概念的嘢，川崎，酷鲁，川崎，变咗一个唔好嘅一个性格。咁就我哋可以嘗試下用翻呢個變翻佢個性格，做一個好啲川崎啊！點啊？川崎，是哪個？哦，小林。OK， 哦，主要下 ，OK， 呢个都好。跟住就呢一个就仲可以加练习效果。然后就练下，
好，今日十月份啦。好出，变翻第八球。走正，哇，有150。这个变化球啊，这个得一格山口，球速还是都是练下变化球啊，加上有10格，继续练球速吧，138就低，局员都可以练一下，球速吧，变化球 ，OK， 就咁啊，横山。手臂力，power， 都系练下 power， 呢个就练 little 啊。都是练一套，这个可以练下 power， 一套上 C 啊，然后这个，哇，这个一定要练一套啊，山下，哈哈哈哈，他有40%的打击率，但是得一套得25%，真的超惨，手就手臂定系练 power 喎，你都练 power， 大家一齐练 power， 你就练下 middle， OK。中心 ，OK， 秋季院大会开始啦，咁应该喺嗰个体育制嗰度。Tension 上升，练习效率上升。OK， 对板神虎啊，板神虎对千叶罗德啊。呢度就奔陀吗？奔陀啦。嚟嗰个红白箭啦，哦，又 tension 下降
OK， 秋季地方大会啊，抽签石卷高校前评判 E 啊。OK， 咁呢个要拣呢个远投啊，去练能力啊。上元一女手，手力 D power B， 广国打法道女，power 系唔错。OK， 咁就睇睇下對方係石卷啊，有冇對過咧？應該冇嘅，因為呢個對過都唔奇嘅，不過機會應該低啲吧，因為佢哋同我哋係唔同區、唔同地區，所以。他如果要對到我們的話，一定是去到甲子園的才會對到我們，地方大會都不同，因為我們是東北，他是對我們是東北，之前在奇育的時候是叫做關東地區，所以是不同的地區。好好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